11月7日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日本，他将出席为期两天的七国集团 G7 外长会议。这次来日本，布林肯可以用历经艰辛来形容，因为他为了绕开我国领空，不惜绕到上千公里。要知道，我国外交部长王毅不久前才访美，除了跟布林肯、沙利文会谈，还跟拜登会谈。另外，从近期中美高层之间的互动可以看出，目前中美关系暂时缓和。作为亚洲小国，新加坡特别关注中美关系的走向。新加坡联合早报近期也发文评价中美高层的互动，称双方近期在各个领域的互动多得有些让人眼花缭乱，这是近些年所没有的。文章认为，这样的互动能避免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的状态长期持续，为双方的竞斗设立边界，降低误判导致冲突的风险。但中美之间结构性矛盾依然难以调和，双方现在的摩擦点又多，让双边关系变得脆弱，发生变数的可能性很大。但是布林肯专机绕到中国领空这件事，再次体现了美国是说一套做一套。那么布林肯为何绕开中国领空呢？这背后又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？这要从布林肯的近期出访安排来说起。美国国务院宣布，11月2日至10日，布林肯将先后访问以色列、约旦、日本、韩国和印度。这是布林肯一个月之内三次访问以色列，可见美国对这轮巴以冲突的关注。据美媒报道，因为国际上反对以色列声音越来越大，布林肯此次中东之行，一个重要目的是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施压，要求他同意停止战斗，允许救援物资尽快进入加沙地带。美国白宫一位匿名官员透露，拜登总统不喜欢这样，现在的问题是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大，不仅来自他们的批评者，还有他们最好的朋友。11月2日，布林肯在登机出发前接受了记者的采访，他说，每当我看到一名巴勒斯坦儿童，一名男孩或女孩从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中被挖出来时，我的内心受到的冲击不亚于看到以色列或其他地方的儿童，因此我们有义务对此做出反应，我们也会这样做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当地时间11月6日下午14:51，布林肯结束中东之行，专机在土耳其安卡拉埃森博阿机场起飞，目的地是日本。按照正常的航线，布林肯的专机应该一路向东飞行，穿过阿塞拜疆和里海，进入中亚地区，再进入中国领空，暂时降落加油后，再升空飞向日本，这是最佳的航线。布林肯的专机是一架经过改装的波音757，最大航程约为5900比7200公里。从照片来看，这架改装的专机看起来如同崭新的一样，其实已经服役了20年时间。换句话来说，无论布林肯专机选择哪条航线，在飞往日本途中必须降落加油。可谁都没想到，布林肯的专机选择了一条无比奇葩的路线。布林肯专机升空后，选择朝着东南飞行，途径伊拉克领空，再避开伊朗领空。然后，布林肯专机飞过波斯湾和阿拉伯海，再经过印度领空。紧接着，布林肯专机飞过孟加拉湾后，直接降落在泰国芭提雅乌塔堡机场，进行补给加油。其实完全可以不用这样做，比如专机进入孟加拉湾后，可以转向东北方向，进入我国云南，降落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，再加油直飞日本。但是布林肯专机完全舍近求远，当在泰国再次起飞后，飞过越南领空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布林肯专机即将进入南海上空时，突然关闭了应答机，隐蔽了行踪。从后面爆出来的航线来看，布林肯专机进入南海后，朝着东北方向飞行，绕开中国台湾上空。当布林肯专机再次打开应答机后，发现这架专机混杂在日本众多客机中，在降落东京前的飞行速度高达1063公里每小时。布林肯专机如此大费周章，多飞行1000多公里，这再次说明对中国的不信任。要知道，王毅外长这次访美时，美方高规格接待。当时白宫发言人皮埃尔表示，王毅外长访美是释放积极信号，这是面对面的会晤。我们一直以来都强调双方要沟通，特别是面对面有多么重要。但是布林肯专机特意绕道避开中国领空这件事，再次说明中美之间关系距离真正改善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。